在我们很少注意到的角落里，藏匿着一个由微小生命组成的世界。在那里，许多我们熟知的生物都会变得新奇而神秘。为了生存，他们每天都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。因为弱小，他们的世界往往非常脆弱。同样因为弱小，这些生物才会更加顽强，更加智慧。在那里，每一个生物的生死兴衰都依赖于整个微观世界的平衡。早春的清晨，温州茶山渐渐从雾霭中苏醒。露水吸引来一些饥渴难耐的小动物，繁忙的一天开始了。三月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，休整了一个冬天的蜜蜂开始忙碌起来。它们要飞行到2000米以外的地方采集花蜜，每日往返10余次，共奔波数十千米。在茶山的半山腰驻扎了一家养蜂人。在中国，驯养蜜蜂的历史非常久远，方法和细节上也与其他国家有着很多不同之处。我是81年出去养蜜蜂的，那时候还在15岁，今年正好49，正好帮了34年。陈培林出生在养蜂世家，是这一代很有名的养蜂人。每年春天，陈师傅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分蜂。分蜂就是把一箱蜜蜂分成2箱，这样有利于蜜蜂的繁殖，用以弥补过冬损失的蜜蜂数量。这种强制性的家庭重组在自然界是很难碰到的，固有的平衡被打破，这些小家伙又忙着组建新的秩序了。分好的蜂箱需要立即运往别处，这样有助于新秩序的建立。这是养蜂人最累的时候，100多斤的蜂箱全靠肩膀扛，几乎每一个养蜂人的背都是弯的。很快，新的家庭就变得井然有序。蜜蜂是集群性昆虫，它们分工明确，各司其职，小心翼翼地维系着家族的平衡。这也许就是蜜蜂王国繁衍数亿年的秘密。刚刚忙完的小徒弟终于闲了下来，可是他却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。他把鱼竿晾晒在了蜂箱上，鱼竿散发出的腥气吸引来了蜜蜂的天敌胡蜂。蜂俗称马蜂，飞行能力超强，在空中就可以擒住蜜蜂，然后慢慢地将其蚕食掉。
蜜蜂充满蜜糖的身体是胡蜂无论如何都无法抗拒的美味，甚至敢冒生命危险。再凶猛的胡蜂也有寡不敌众的时候，这只在蜂巢口叫嚣的胡蜂就遭到了蜜蜂群体攻击。蜜蜂没有胡蜂那样坚硬的口气，一对一的抗衡肯定是不行的，因此必须要依靠团队的力量才能取胜。一番鏖战后，这只胡蜂被密密麻麻的蜜蜂覆盖了。马蜂它就待在你这个蜂箱门口，它不走，这出来一个就咬死一个，攻击的挺厉害，多的说话你这一箱蜜蜂就报销了。看到这种情形，陈师傅非常担心，他急忙请专业的灭蜂人前来帮忙。很快灭蜂人就赶到了，纸条、细绳、肉和几根竹棍，外行人很难琢磨，只靠这些怎么能捉拿飞在空中的胡蜂呢？灭蜂人很有信心，这是他们师徒父子辈辈相传的绝活。肉的腥气吸引来了一只胡蜂，它坚硬的口气能将猪肉纤维轻松地切开。看着胡蜂飞走，灭蜂人并没有理会，而是自顾自忙着手里的活计。其实这是欲擒故纵的技巧，目的是引来更多的胡蜂，以便增加找到蜂巢的机会。果然越来越多的胡蜂前来觅食，灭蜂人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。那些小纸条终于派上了用场，挂上旗子的胡蜂却浑然不觉，还在和同伴争夺食物，殊不知灭顶之灾即将降临。为了增加找到蜂巢的几率，灭蜂人至少要寄十个这样的纸条。有了目标，灭蜂人就可以一路追踪到胡蜂的巢穴。胡蜂离巢的活动范围不超过500米，只要方向正确，跟踪它们对于拥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人类来说并不困难。很快他们就发现了胡蜂的巢穴。啊，就是这个，就是你上面的，你打伞了自己。蜂巢建在山顶的一棵树上，看上去这是个很大的家族，艺高人胆大，灭蜂人只做了一些简单的防护就向蜂巢出发了。灭蜂的技艺是在当地传承了很多年的，老人传授给徒弟一套烟熏法。烟可以让胡蜂丧失攻击能力，在滚滚的浓烟下，这个巨大的胡蜂巢穴被攻破了。其实在自然界，胡蜂以很多昆虫为食，
其中大多都是农林业的害虫，蜜蜂只是它的甜点。但是人类这样的捕杀对胡蜂家族来说却是毁灭性的。过度的捕杀胡蜂会引发农林业的虫灾，微观世界的平衡可能很轻易的就会被人类打破。微观世界的平衡是脆弱的，但只要条件具备，这个世界的恢复与重生也是非常迅速的。仲夏时节，温暖潮湿的空气，丰沛的雨水，使得自然万物都在飞快地生长，这是建立平衡的最好时机。在雁荡山脚下一条清澈的小溪边，阿宝经营着一个小型的养鱼场，他在这里养殖着数百条池鱼。在阿宝的细心照料下，鱼红艳肥美，长势喜人。有经验的渔民都知道，如果你认为池塘里只有鱼，那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。在水里还生活着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微生物，虽然它们位于食物链的最底端，但是这些微生物能否维持恰到好处的种类和数量，是这片水系维系平衡的关键。由于经营有方，阿宝想要再建几个鱼池扩大生产。在夏天，山里的雨说来就来，刚刚还艳阳高照，转眼间就乌云密布了，这让他十分焦急。如果不在大雨来临前完工，这一天的辛苦就白费了。于是他督促工友们加紧进度。大雨还是来了，好在阿宝他们及时赶完了工地里的活计。然而就在他暗自庆幸的时候，鱼池底一场灾难正悄悄降临。一场大雨冲下了很多泥沙，再加上因为忙于工程，鱼池换水不及时，一夜之间池子里的轮虫呈几何倍的增长。轮虫是一种极其微小的无脊椎动物，几乎是所有水生动物幼虫的饵料。轮虫的繁殖力超强，雌虫甚至可以不依赖雄虫自体繁殖，这也是低端动物保持种群数量的一种方法。轮虫虽然位于生物链的最低端，也是维系整个水塘系统平衡最为重要的一环。它的大爆发使得鱼池里的富氧量减少，池塘里的其他动物就会面临生存的危机。第二天，阿宝发现鱼群状况不好，急忙打电话通知研究所的表弟。挺好的，现在好像有个问题一样，吃的也不多。我们看到你们过来，要看一下。对对对。哥，听说你的渔场出现问题了，是吗？表弟是阿宝的技术顾问，每次都能帮他化解危机，这次也不例外。在实验室里，表弟和他的同事们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所在，但是这次表弟决定采用一种独特的药物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表弟就来到渔场，他带来的
竟是一坨鱼苗。鱼苗一到水里马上就行动起来，别看它们小，食量却很惊人。以轮虫为食的幼鱼在池塘里大快朵颐，轮虫的数量迅速减少，很快池塘就恢复了往日的生机。表弟的这种特殊的治疗方法不仅有效地化解了池塘危机，而且又为阿宝的鱼池添加了一个经营品种。好嘞，阿宝的买家上门了，笑容再一次爬上了他的脸颊。当人类开始懂得尊重并利用自然界的这种平衡时，我们发现自己将会得到更多的回报。对于大多数微小的生物来说，庞大的种群数量是繁衍下去的保障。但是在微观世界里，并不是所有的生物都是这样。坐拥一方土地，独来独往，也是他们维系平衡的一种方法。在现今的社会中，人类活动覆盖的区域越来越广，那么我们该怎么与这些微小的生物共存呢？除了破坏与利用，我们还有一种更好的共处方式，就是尊重，给他们一片自由的空间，让这些小生命自己来维系平衡。张萌是一位昆虫摄影师，由于工作的原因，他经常出差在野外。2岁的女儿妞妞是他最大的牵挂，所以一有机会，他就会带着女儿一起到大自然捕捉灵感。每次，他们都能碰到些意外的收获。这是什么？不是，这是什么？大虫子。大虫子，这是锹甲。锹甲。对，锹甲。妞妞，妞妞，你快看，它哪条腿是坏的？它的腿怎么弄坏的？不知道，也许是打架打了吧。我们叫它大将军，好吗？大将军，拔下炮。我们不打扰它，它回家好不好啊？锹甲是一种很常见的昆虫，分布在世界各地。它们力量很大，却十分胆小，在白天很少活动。大将军，快出来，快出来！过了9月，天气越来越冷，这只锹甲只能趁着气温较高的中午出来觅食。可是这个季节食物越来越少，在北方，大多数锹甲都挨不过寒冷的冬天。此时在它的领地里，一只同性入侵者出现了。锹甲有很强的领地意识，且十分好斗。在食物稀缺的日子里，这只雄虫的出现势必会引发一场大战，这也许是致命的。你看，哎呀，打起来了！你看，甲虫打斗，腿部力量至关重要。
它必须要牢牢抓住地面，才能保证不会被对手扳倒。这只大将军的后腿残缺，这让它明显处于劣势。在这场博弈中，胜负似乎很明显。果然，这只锹架因为后腿的残缺，不得不败下阵来。这就意味着它将被驱逐出自己的领地。不要打架了吧，不说话了好不好？也许是妞妞挡住了他的去路，也许是他心有不甘，这只瘸腿将军又返回了战场。大家一加油加油。在严酷的季节，失去领地就意味着失去生命，危机往往会激发更大的潜能。这只身经百战的大将军并没有认输，他决定背水一战，这将是一场生死之战。在自然资源稀缺的情况下，战争也是维持平衡的一种极端方式，虽然残酷，却可以保持种族的优良，这就是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。这次大将军成功了，保住了领地，也就能获得更多的食物和温暖的栖身之所。妞，我们和虫虫再见，说拜拜好不好？拜拜，走吧。一场偶遇的甲虫大战，不仅感动了我，也震撼了妞妞。我想，在她长大以后，一定会善待这些小昆虫的。大将军好勇敢，爸爸，大将军的脚还疼吗？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战斗了，因为冬天即将来临。在这个微小脆弱的世界里，生物们每天都面临着艰苦卓绝的战争，因此生存往往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毅力。而这些勇士们穷其一生来维系的，不仅仅是自身物种的繁衍，也维系着整个大自然的平衡。而人类自诩为强大的自然界的主导者，也永远无法超脱在这个微观世界的平衡体系之外，所以能否尊重和保护这个平衡，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。